首屆由永利澳門以及澳門青島商城啤酒文化節組織委員會聯合主辦的2021澳門青島商城啤酒文化節，於7月16日至8月8日在永利皇宮南門戶外草坪盛大舉行。活動以青島啤酒加澳門啤酒為主，再有特色美食、表演、旅遊、文化作點綴，發揮澳門青島商城的獨特優勢，增強兩地在文化加旅遊加瓷片的聯繫。啤酒节最大的亮点当然是头心凉的啤酒啦。活动中为大家带来一系列只是永利皇宫才可以饮到的青岛啤酒，每日由青岛新鲜空运抵澳的七天原浆啤酒，以往是酿酒师先饮到的品鉴级啤酒，入口绝对可以感受到啤酒的原始新鲜口感，地道纯正。国家级酿酒大师亲调的百年之旅大师酒，独一无二，担当百年工艺，以及青岛啤酒龙年杯，一次细味青岛啤酒的六种独特口味。除了特别的青岛啤酒，我们的澳门啤酒同样不输蚀，在这里可以率先品尝到即将上市的澳门白啤，还有提供限定版的琥珀艾尔啤酒，以及季节限定我有去过恋爱行红树莓风味啤酒供试饮，每款都有其独特风味，绝对不容错过。有啤酒又怎可以没有美食搭配呢？海鲜烧烤、日本料理、韩国街头小食等各款美餐任君选择，现场还有精彩的娱乐活动以及商城文化文创区，彰显到澳门青岛商城特色之外，更可以令观众感受到充满节庆的气氛，配上清爽凉快的啤酒，令人一秒抛开夏天的闷热感。今年想拥有一个难忘的夏天，就一定要来2021澳门青岛商城啤酒文化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提前在官网上购买门票，一起摊住啤酒感受盛夏。